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博远。没想到跳完舞之后，我的头发还能够这么的蓬松又清爽。是因为最近被种草了这款阿道夫情绪香氛新月瓶，它的概念很特别，主打香氛疗愈情绪。这瓶是初醒之月，它的香味非常上头，是那种清新花果融合了绿植的天然香气，就像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花园里惬意地晒着太阳。压力大的时候呢，用它洗完头，整个人都会快乐起来。而且它还能让我的头发保持清爽蓬松，因为里面添加了许多的海洋生物成分，能减少我们的头油的分泌，平衡头皮水油的同时，还能够增强我们的头皮屏障。这两瓶叫做空灵之境，它的香气能够让人放松舒缓下来，感觉世界都安静了。补水的这一瓶呢，我在演出的时候经常会用它，因为啊要经常做造型烫染，所以我的头发会很干枯毛躁。补水洗发水搭配上护发素一起使用，顺滑效果真的超级绝。说了这么多，那咱们就来看看效果吧。它里面是小分子精油，揉搓泡泡的时候香气会慢慢的迸发出来，而且泡沫十分绵密，洗起来很温和，洗头真的是一个释放压力还能够缓解情绪的过程，洗掉油脂疏通毛囊的同时还能收获愉悦，有了它真的会爱上洗头。据说阿道夫是采用情绪香氛技术调制，帮助我们放松舒缓，愉悦情绪，带来积极能量哦。看吹干之后头发状态超级好，柔顺但一点都不扁塌，很蓬松。搭配上同款护发精油保护头发，可以避免做造型给头发带来的热损伤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呢就先到这里了，头发元气已加满，我要去妆发准备今天晚上的演出了。下一次啊，我再来好好的和大家分享我的养护发秘诀吧，拜拜。